嗯，这可不是冬瓜，它也不是黄瓜，不是冬瓜，啊，不是黄瓜，人家都不认识你，卖给谁啊你？我不用你管，叔叔阿姨，这个是我们山东正宗的头沙羊角蜜，它每一个吃起来啊，又酥又脆，格外的好吃，皮厚肉薄，你要是喜欢呀，都发这样的好品质。